哥，这么多年你受苦了，兄弟们都等着你回来呢。你们能回去吧？这么多年，我想通了很多，我不想再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了，我只想陪着我唯一的亲人，过好安稳的生活，就足够了。大哥，都回去吧。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。你去，看着点，峰哥，有什么事儿及时联系我们。前方大路一起走。终有朝日，我只想爹。哥这几年不在你身边，你受苦，瞅你受的，多吃点。哥，你也多吃点。喂，喂，兄弟，听说你出来了，怎么没你大哥打电话呢？大哥呀，我这不是刚出来吗？想陪陪我弟弟。我不在的这几年，他也没少吃苦。啊，行，一会儿来找大哥，大哥给你安排两个妞给你接风。哥，我就不去了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照顾我的弟弟，因为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行，大哥尊重你的选择，那就这样吧。妈的，给脸不要脸！要不是看在你有一帮傻兄弟面上，我他妈打理你。怎么了，大哥？江宽出来了，这逼有点赛脸。你们几个想想办法收拾收拾，让长长记性。行，大哥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这事交给我吧。快点吃，到点了，抓紧干活。知道了，哥。哥，我走了。整准了吗？江宽他老弟是从这儿路过吗？放心吧，他老弟上学，天天从这块走。来了来了，那儿了那儿了。来，别动，别动。喂，大哥，江宽老弟让我抓来了。这事交你处理了。行，大哥，我知道了，我好好收拾收拾他。江宽，不想让你弟弟有事儿，现在马上来废石场空地来见我。行，南哥，你只要不碰我弟弟，怎么都行。喂，宇哥，宽哥好像出事了。什么？马上联系兄弟，咱们马上过去。王哥，我弟弟安行，有什么事你跟我来。想让我不碰你弟弟可以，把你旁边的兄弟打碎一条腿。宋姑姑，你他妈放屁！好，哥，打哥！我他妈让你打！我们不一样，虽然内心里不同的事情。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，我们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上好了，哥们儿。上好了，算上多少钱？
这不宽哥吗？我饿了，给兄弟炒两个菜。好嘞，南哥。快点的，宽哥，兄弟饿。来了。这饭这么牙碜，给狗吃的呀。南哥，菜不合胃口的话，兄弟再重新给你做一个。这他妈是人吃的吗？不吃了，走了。宽哥，兄弟先走了，有兄弟天天来捧你的场。哥，汤没完了，天天来走了。老弟，咱们毕竟开饭店的，来了就是客人。你我五哥，送葱的天天来五哥饭店捣乱，这样家里五哥饭店早晚得黄。五哥，去看看送葱在哪儿呢？行，现在就去。以后不要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行，南哥，交给我吧。喂，南哥，侯宇他们要去找你，剩下的就不用教你怎么办了吧？行，南哥，我知道了。宇哥，宋姑子领着对象在北湖溜达呢，就他俩，找呀。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有谁比我更了解你？太多太多不容易。这不宇哥吗？出来溜达了。时间转眼就过去。我操！快跑，宇哥！哥，我把宋叔来捣乱的事告诉宇哥了，宇哥现在去找他们了，在他手里呢。我他妈不是不让掺和我的事吗？回家等着。更努力，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。好好的，行啊，这一个人一个人。我不想因为我的事儿连累任何人。你把我兄弟放了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放了，哼，也行，我得为我头上的疤找个说法。住手！我走不动，绝望罢了的态度，人在危难之间，你总感动。是我太多不知道，道义是你的引导。喂，虎哥。我哥自己去北湖找宋姑姑了。你是不是没有办法？这种事怎么不告诉我？还有你，别以为我兄弟不混了，你就可以欺负他。记住了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岁月无情，仍愿意为你闯开新故事，情和义，今天我知。兄弟，别混了。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打打杀杀的年代，记住了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。是你，我走不到，绝望罢了的态度，人在。危难之间，你总感动，是我太多不知道，道义是你的引导，明日来日也是你使我自豪。